与上门女婿刚结完婚不久就消失了将近2个月，然后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了。然后我老爸抓了一点黄鳝，说要我给刘一才他们家送进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芭蕉。然后就是我们家饲养的鱼塘里面，不是，在里面抓了一些那个很大很大的黄鳝吗？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听我说，刘一才老妈就特别喜欢吃，然后我老爸就要我骑着小电驴给他老爸老妈，想要送一点，就去刘一才家里面。我不知道他老爸现在有没有在家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吧。因为我们这边是5天赶集一次，我今天也赶集，我不知道他老爸有没有在家。如果没在家的话，我怕那些猫啊，因为他们家还喂养了猫，我怕猫把那个黄鳝给吃了。走进这两难，我们为何遇这两番？喂，爸爸。屋里把本你连井盖冲，是不是你连把倒的？你盖冲听不到？屋里把本忙个吧？我哪把本忙听不到？你是盖冲听不到？屋里把本忙个。然后我现在在这个，在这边吧，然后跑得很远了。离刘一才家还有1-2公里呢，所以还是慢慢的走吧。没有人在家里哦，我现在在刘一家门口了，然后刘一才老爸的车在这里，然后估计是骑的电瓶车出去的。家里没有人，大家看一下，家里没有人，然后车停在这里，估计这小狗狗看我来了还挺欢迎我的。刘一才爷爷坐在家门口。好，还跟那这不坐一下了？你看呢？三五不了一根，5-6两哎。俺爹这个，爹这个。兄弟们。哦，家里人都不在，就爷爷一个人在家。把这黄鳝这个桶子，我可能要带回去，然后找那桶子给他们装一下。放这个桶里面也可以啊，那不多许就可以吧？压的许就包好多些了。再包点。包不下来，我再倒回来几个。这水太多了，给他倒一。就俗人作伴，我懂此情欲为欢。没有人在家，就爷爷在家。那把这个桶给他带回去。曲调唱完。情话不再相伴，你哪里到这里来？一曲情话，烟雨江南，梦里无人生还。人生得一曲情话，与你可算完，绵绵问情长。